言，为我们大家献上热烈的开场舞。好期待啊！是。好好，鲁伯言真帅呀、啊！不用在意别人眼光，就像咱俩练习一下就行了，好吗？真漂亮。你们生的？就是。你好，需要酒水。这位女士，可否邀您跳一支舞啊？可以啊。吃醋啦？吃谁的醋？就刚刚那个人，你看看他刚跳舞那怂样，我看到他都踩到你了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好吗？不用救我。看什么看？好好跳舞。那我们先过去了，一会儿见。不言，你不要喝这么多。宝贝，没事的，我今天开心吗？再怎么开心也不能喝这么多呀。好，那我去趟洗手间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去吧。伯言，可以请我跳支舞吗？陆伯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跳支舞而已啊，就当做我替你们保守你们一年之后就会离婚的秘密。多倒点。啊，多倒，我一大杯，不喝。喝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又喝起来了？姐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要作证，我今天
一定要把它喝趴下。谁趴谁啊？来，哎，少喝点儿。各位，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简安，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同时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也认定了你会是我陆伯言的妻子。啊，挺好的，人真好。简安，还不快上来！去，多拍两手伸出来。你确定是给我的吗？按你尺寸定制的，不给你，我给谁呢？快拍，都快点！感情真好，就是。那里这么多。你什么时候定制的？是啊，神仙结婚就是。答应和你结婚的时候。是是是，恭喜恭喜。韩小姐，陆先生，请问您送给太太的钻戒是您专门在法国定做的吗？陆太太，刚才开场的舞蹈是陆先生教您的吗？据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同桌是吗？陆太太，请问陆先生送您钻戒的事情您是否提前知情啊？现在是什么感受呢？